搬下海关，我要搬很远。最怕是我们搬下来。只有这一个，要另外一个。打扫。怎么会有这个洗衣机啊？网络上找到的。我大学在那边吃了这么多年饭。 从来没有把货车开进这里过。他是许哲伟，台大城乡所二年级的学生。他和女朋友巫富彤从网路上募来洗衣机，要送给专门服务街友的芒草心协会使用。哲伟本身也是协会的志工。我是一直在做社运的，所以我对于 弱势的东西比较感兴趣，那刚好有一些同学也比较想要，就是接触到永和这个议题，就是找到这个协会，然后跟他们聊，我觉得可以合作。那刚好他们也要拓展山水河这个点，那我们就进去帮忙装潢，帮忙做一些工作。那个时候他们口中的街友，事实上我们完全不知道街友是什么东西，他们是什么样貌。